洛手为什么不带点盐呢？因为点盐这个技能呢，他一般他打团的时候没什么用。哪去了个洛伊？外圈刮，直接开疾跑，平 A 交闪来，疾跑换闪现血钻。闪现拉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外圈刮，哎呀，感觉好像有点亏啊！这减速怎么吸的？怎么减速减的？这才减这么点时间呢？外圈刮，平 A， 我蹬回来平 A。外圈 Q A 接 W 溜，接平 A， 接平 A 吃个药，啊药没吃上，哎呀发个油啊，药没吃上，小布甲一枚。持续一秒的击飞和减速，哎呀，才一秒钟，太短了。持续一秒的90%减速，啊，原来自残打击是90，一技能是40。A 接啥换溜啥眼吃药平 A， 平 A， 平 A 拉回来外圈必中 Q 平 A 死。哈哈哈！鱿鱼丝儿咋都没了呢？回家。来个铁板靴，出个小攻速，出什么小攻速？我们来个反甲，因为他打不动我们。马老大坠机了，谁的飞机？送飞机了，谢谢马老大的飞机啊！哪有飞机啊？我这眼瞅着没有飞机，再送一个。打个眼来，趁他没溜，赶紧再杀他一遍啊！外圈刮，疾跑平 A 接 W 溜。平 A 接拉回来 A 接外圈刮一个平 A， 区区是有点低呀、啊，我这一看，A 接 W 溜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拉回来，外圈刮，接一个劈，
杀我。回家了，谢谢如从此孤单一人的飞娟。塔皮没了。刚塔皮不见了，谢谢。这谁的超大玩星啊？这怎么看呢？这是谁的呢？谢谢这个兄弟超大玩星啊！感谢感谢，但是没看见是谁，大家可以把他 ID 发一发公屏上。不是杀不了俩，伤害不够，我是连蓝都没有。拉回来，我先把他鱿鱼丝儿给他砸了。 A A 接 W A 走位外圈 Q 闪现平 A，他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，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。已经有点无敌了，先吃一层塔皮啊，去截他，震回来 ，A 接 W 溜外圈 Q， 我杀了。谢谢鱼桥有点乖的飞机儿，我该回家了。弱手肯定不可能负 W 的，肯定都负 E 的。他 E 加护甲穿透，并且那个要 E 技能减CD呀，怎么可能负 W 技能呢 ？W 技能有什么用？去看看他们家蓝 buff， 蓝 buff 应该是刷了。拉回来 ，A 接 W 溜外圈 Q， 疾跑开起来 ，A 接追他。给我杀拉克斯，平 A 一个 P， 完了，鱿鱼好像要无敌了。哎呀，我才发现我们家这是近战有点多呀，这鱿鱼有点烦人呢，有点扛他我们了。我将死战不休。
这鱿鱼确实是有点扛他我们家的阵容啊。没事，这波他没有大，试试能不能把他杀了。去野区再来一波。云家一切的战力。哎，你大爷的这梦眼儿！这梦眼儿不想好了是吧？我看你这针眼儿插哪儿了？给我插来！还给我插针眼儿，你再插一个！我看你有多少个针眼儿。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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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，1400块钱多兰盾卖了。你说是卖多兰盾还是卖小药呢？卖小药吧，要不我们这小药没啥用。哎，这落手咋这么脆呢？感觉不够肉啊。即使我不甲还加小反甲加红宝石，依旧是这么的脆。依然是这么的退。这波鱿鱼必死，我拿我的命跟你们担保。鱿鱼是必死的。因为这波我有疾跑，有挺进破坏者，攻速还可以啊。不劈他了，这波这波劈他，下一波不一定能劈得了，下边再劈他。我们先把这一些塔给他拿了。我直接挺进拉回来，外圈滑平给插眼，平给外圈滑一个劈，他娘的，你跟谁打呢？杀上我队友也就算了，还要杀我啊？哎，哇，好快的枪啊！好快的枪，好快的枪啊！早点闪，我寻思他打不死我，你知道吧？那卢仙正常一套技能他是追不上我的，正常我都挺进破坏了，他正常他 Q 完我 W 一我，然后不是
他最后放的 W， 我寻思他如果最后有大了，我闪一手行。他没有大招，我感觉我都不用闪。但我看到最后他可能要碰到我了，所以我闪一手，但是我还是死了。哎，有点难。来吧，一个屁！你很厉害吗？听说你单挑很猛啊！1125，回家出。谢谢于桥有乖有点乖的雪人飞机啊、哦！谢谢谢谢。又是你卢鑫，哎呀，来个神域透镜。好大，但是被勾了呀，潘森都跑了，潘森直接就跑了，潘森为啥跑啊？潘森你刚才上是不是全杀了？兄弟你怎么跑了呢？逃兵啊，真是一个逃兵。我这波跟他打随便打，来W 外圈刮平 A， 平 A 拉回来，平 A 一个屁。喜欢玩单挑英雄，来吧，看了谁狠。拉克斯怎么的呀？拉克斯好像不太怕我呀，我一看呢。拆塔。该上不上，不该上瞎上。平 A 打火溜 ，A 接一个，我打不着啊，这锤石啊，一个。上去找鱿鱼去。没有眼可以打。挺进破坏拉回来。追踪。都闪了可以。回家吧，不打了。挺进破坏 W 的外圈挂拉回来，不打了。没事，我很右的。哎，这回我发现我很右了啊！那鱿鱼都打不动我，拉回来 W 的外圈 Q， 挺进破坏平 A， 平 A 一个。一个 P W， 一个 P Q 闪 A E A， 一个 P Q
Q 闪没 Q 到，但问题不大啊。继续啊！不应该 Q 闪的，刚才我想连招流畅一点，直接 E 他好。我挺进破坏走一走，拆中啊！先把塔拆了，我撤了啊！现在谁不慌谁就是傻的啊，谁就有点傻。我跟你说，谁不慌谁傻。来个王者的板甲，无敌了呀！这，我感觉我能一打五。虽然他们家控制有点多，这是要打大龙啊！我一看，嘿，我操，打大龙！来，给我打一个，我看看。A 接 W 外圈刮平 A 急跑开起来，平 A 平 A 拉回来，怎么跑了呢？我的蟹手你都没给我打出来，兄弟！挺进破坏拉回来 ，W 外圈刮一个 P， 外圈刮。打大龙，我看谁敢打。没用，我的蟹手挺进拉回来走位。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来个振奋，我耳朵怎么鸣了呢？耳朵怎么鸣了呢？打大龙的，直接拆基地，直接拆基地，他们打得很慢的，直接拆基地。那卢仙没啥虚区，啊，继续打大龙啊！这个大龙，我看你们能不能打得下来。来，哎，跑过去看。大龙，你家基地都要爆炸了，还跑过去打大龙，我是真是没想到。哎呀，我天哪，我是真是没想到，我没想到啊！这把的洛手，这洛克萨斯之手确实这版本行啊，我发现。